我再跟你说一遍啊，千万别弄了油了，别弄脏了，别弄皱了，要不然没法退了。你这借的有点小，都屁股沟了。对对对，我们在一起几年了？三个月，马上闪婚。你们叫什么呀？强呢？强呢？强呢？你开门是1999年，我开门是2018年，果然是真的。那你打我干什么呀？那我们要同时开门。想睡我吗？我不想。你不想？我不想啊，就。这是谁啊？我助理。吹牛，你让他送个饭试试。脑海里的侧面表演，行云流水，金色传声。嗨，咱们点到为止啊！不好意思，